大家好，而家喺今日好好天啊，个太阳喺嗰边。上咗嚟山顶，咁样咧就呢度系山顶最旺嘅地方。咁样咧，见到大家好多中国落嚟嘅大陆同胞嚟呢度观光。咁样，我而家转一个圈。今日好好天，上咗嚟山顶，但系真系太多人，全部都系啲游客，咩游客都有，外国游客又有，中国游客又有。嗱，呢度咧系卢吉道行十分钟，咁样到咧就可以行一个圈嘅，咁样就睇埋港岛南区啊，香港仔嗰边。咁如果系行得快咧，我谂一个钟头松少少咧。劳丰自然步道，咁咧呢个咧就系个牌，成个个图。嗱，行行下咧，开始咧佢有个劳丰自然步道，咁啊介绍，我谂香港嘅花草植物。见唔见到呢度啊？劳吉道，睇唔睇到个牌啊？卢吉道咁样咧，呢条街咧就系、是、步行径，冇车嘅，就系、是、围住个太平山一个圈，好咧阴阴暗暗，迟啲咧就睇到个成个海景噶啦，就好靓噶啦。咁样咧就好多香港人，香港区咧就落就嚟呢度放狗啊、散步啊。咁亦见到好多时咧，朝早咧好多明星啊、名人啊，连埋啲 bodyguard。喺度跑步做運動嘅，我成日都見到嘅。呢度係好舒服㗎，係冇遊客㗎，即係遊客係好少嘅，因為呢個唔係遊客景點。但呢度係非常之正嘅。有冇背光啊？呢度咧望出去咧，郵政話嗰度凌霄閣。行咗十分鐘都冇，咁啊嚟到呢度係真係好靜，好靜，好靜。咁樣咧，呢度望出去咧就係香港維多利亞港。咁樣咧，嗰啲高樓大廈呢邊咧就係北角嗰邊嘅。咁嗱，可以咁樣樣呢邊。呢度係山頂，香港嘅山頂。石屎森林，高樓大廈，好靚啊個海景。
少好啲啊，唔好咁背光啊。嗱、啊、呢邊咧就係、是中銀行大廈長江中心，嗰邊係中環、金鐘、灣仔、銅鑼灣、天后、北角、筲箕灣、柴灣路咁去，係東區嘅。咁呢度中區順德中心、IFC、九龍尖沙咀嗰邊，西九龍、油麻地、尖沙咀嗰邊咧就青馬大橋去機場嘅荃灣對面。咁呢邊咧，香港呢邊咧就係、是、西環、半山。咁我知求求其其講下啦，介紹下啦。咁呢個咧就係、是、維多利亞港，好出名嘅。呢、這個景咧就非常之靚，而家好靜，冇乜人，可以拍到片，冇咁多閒雜人等，同埋冇咁多遊客。咁其實呢度好舒服㗎，少少微風。K 姐今日上嚟山頂行。阿K 姐而家自拍啊，行一陣，用隻左手，少少震㗎，但希望 OK 啦。即係而家又行又拍啊，又自拍。嗱呢度咧就又係又睇到個海景嘅。會黑㗎，阿 K 姐會黑㗎。呢度咧就行咗三分之二嘅啦，就係、是薄扶林水塘徑下力道，咁有個牌嘅。呢邊咧就是、山頂纜車站，咁咧就係、是、盧吉道又係。咁咧呢度咧就叫做下力道。咁呢度有個公園咧，啲人喺度神運嘅，就寫住前面有個神運徑。而家咧個太陽下山咧陰陰地噶啦，嚇咁差唔多行完噶啦。依邊咧行翻去咧就係對住香港島嘅南邊，香港仔嗰邊，薄扶林嗰邊。嗱呢度咧係一個公園，中途嘅花園公園。後面的公園都好靚㗎，冇乜人嘅又係。咁咧就好多人嚟呢度神運嘅。咁埋啲人喺度放狗咯。後面啲狗啊！嗱，呢邊咧係南區，咁啊好光，好猛太陽。
個太陽落山西斜好靚啊！行到最尾咧，有呢個瀑布，咁樣咧，今日咧就唔係好多水。個名咧就叫做盧吉飛瀑 （Luka Falls）。嗱，咁佢有個牌介紹嘅，原來叫盧吉瀑布，我而家今次先知道，見到因為個牌，今次特登睇個牌先知道。呢度咧行完噶啦，成個盧吉徑，咁去到尾咧就有呢間餐廳，呢間餐廳咧我諗好多年歷史噶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餐廳門口 ，The Peak Lookout。後面咧就係呢一個山頂嘅纜車，咁佢擺得喺度俾遊客影相，因為山頂嘅纜車係個特色嚟㗎。